洗面奶，鸡蛋都是洗白、啊。买了，打开一下。拿着还挺有分量啊，到底能不能一洗就变白？直接开测，找来个鸡蛋啊，咱们今天洗面奶。可以刷。差不多了，我手都有点酸了，擦干净。这也没变化，用它再来洗一下胳膊，左手用清水洗，右手用洗面奶洗啊。家人们，这有区别吗？经过我一夜的研究，我终于知道咋让鸡蛋变白了。放进水里，等待十分钟。Later， 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白了，测完了，家人们，这个洗面奶根本达不到他视频的那种效果。那鸡蛋是怎么变白的呢？评论区告诉。